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。绿不绿？绿。嗯，三毛钱买的，值不值？值。三毛。绿值吗？嘚儿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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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嘚儿开，嘚儿月嘚儿清。说到方言啊，这个春阳平时这个河南话说得好是吧？哎，那专家，河南专家，那错不了啊。说两句，我让秦晋老师咱们拓展一下河南的方言，好不好？行行，好好好。中啊，中啊，中中中中。河南人都知道说这个，说这个中，嗯，这东西特别好，中，这个人也不错，中中。要这饭好吃，中啊。人长得漂亮，中。人长得不漂亮，孬是吧？孬。哎，您说这我没听清，您再说说河南话怎么说？一般就是这什么事儿没听啊？啥？河南话大部分都是一个字儿的，是吗？就差不多啊。那你要说这个事儿，我不想再听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怎么说啊？中中中中中中中。这个行。那么这河南人有东西找不着了怎么说？耶耶耶。哦，哎。搁哪儿了耶、yeah. 啊，就一个耶、yeah、就是找不着了啊。哎，这个特别生动啊。这秦晋老师能模仿一下吗？耶耶耶，哎，对，耶，哎呀，搁哪儿了呀？哎哎，今天我觉得也是第一次听这个春阳在台上给大家教河南话、真的挺有意思啊。那今天相声要带来一个什么题材的作品呢？叫咱妈是同款。咱妈是同款，对，说的是河南的妈呀，还是全国的妈呀？全世界的妈，全世界的妈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舞台交给王春阳、周培安，有请两位。谢谢啊，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，啊，那个，我们俩呀，今天给您说一段，首先呀。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，没事，你说你的，说，我说得了吗？严谨的说，快说，说，啊，那个我叫周培岩，他叫王春阳，我，你干嘛呀？说你的，说你的，我说了吗？你这干嘛呀？别摘下来，你这一会儿落灰，快说，我是家具啊，我是怎么还落灰呀？我这人有洁癖，爱干净，快戴上。我戴什么？我戴，你有洁癖，你有洁癖呗？哎。说你跟我妈一样都有洁癖啊？是，那是咱妈。啊、谁跟你咱的呀？干嘛呀？我妈。对，咱妈。跟你说我妈呢？非得我知道咱妈。怎么老得咱妈呢？我妈。对呀，咱妈妈。你要是个孤儿，你就自己找个妈去。这叫什么话？那非得抢我妈呢？请把我妈还给我。什么叫抢你妈？你妈没人要，你妈没人要。老着急的人，你看老着急呢了吗？我能不着急？你说话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你没说明白呀？我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妈是你妈，我妈是我妈。虽然咱各有各的妈，但有些事情上。我妈能代表你妈，你妈也能代表我妈，所以我说是咱妈，明白了吗？更糊涂了，什么叫更糊涂了？不是你说这谁能听明白？什么叫啊？在有些事儿上，你妈能代表我妈，我妈能代表你妈？你看还是不明白啊？就是哎呦，我就跟你说吧，就是全世界，都是一个妈，哦，女娲。女娲干嘛呀？那什么叫全世界都一个妈呀？我就说咱们的妈都一样，一个妈，不可能。我说都一样，那不可能都一样啊？都一样，肯定不一样。我说了，绝对一样。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妈呢？一这，谁跟谁的性格也不一样啊。二啊，你说是一个妈就是一个妈，别逼我数到三啊。那是一个妈就一个妈吧。怎么不犟了？你一数这一二三呀，我有点想我妈了，对不对？从小是不是都听？对呀、啊，打小听到大呀。就妈妈这一二三，我也是从小怕到大。相信大伙儿啊，肯定没听见妈妈数过三。怎么呢？因为数到三脸疼，就直接打上了。有时候也不打，那掐。
这俩不一样。当然像我这样啊，您比较优秀的孩子啊，没有听我妈数到过二，就一就开始了，就直接动手了。一般数到一呢，我妈呢就是掌劈我左右脸颊，脚踢迎面骨，手倒我麻筋儿。嚯，你妈打过 UFC 吧？你妈进过八角笼？不是，那不是你让各位听听什么手倒麻筋儿，这比张伟丽可狠啊！这叫什么？就我的意思，我妈对我非常的了解，知道吗？这是不是一二三是不是一样啊？对，这是一样。我就说嘛，咱们的妈妈都是同款。那还有别的什么发现吗？你太多了啊！你比方说找妈妈，我就知道小蝌蚪找妈妈。不光小蝌蚪爱找妈妈。什么找妈妈？咱们也爱找妈妈。怎么呢？妈，我饿了。对，这找妈妈。妈，我渴了，找妈妈。妈，我冷了，找妈妈。妈，我热了，找妈妈。妈，我要翻身。你生活不能自理呀、什么叫生活不能自理呢？翻身也得找妈妈。我就给举个例子啊，甭管大事小情、吃喝拉撒、你到了家就想找妈妈，那就不找爸爸吗？也找爸爸。找爸爸都干嘛呀？爸，我妈呢？这不还是找妈妈吗？因为妈妈能不厌其烦帮你或陪你解决任何问题。这说明妈妈很有耐心啊。哎，你这个说的非常的不对。不对，你点什么头啊？不对啊，妈妈对你的耐心只有三天。怎么可能就三天呢？我相信大伙儿啊都有这个放假呀、过节呀、回到家里休息的时候你第一天回家呢，妈妈是这样的。什么样啊？儿子，胖宝，躲我这儿真乖。谁跟你这儿乖了？干嘛呀？别冲着我。那我冲哪儿啊？冲那边。冲这边啊，这也没人，就空气呀、我多别扭啊。那你刚才叫爸叫妈的时候你怎么不冲着我呀？我现在想起来冲着我了。我刚才不忘了吗？哦，现在跑这占便宜来了。不是占便宜，再者说对吧，我叫你儿子你不还挣钱了吗？哦，我站这儿演出我挣的是当儿子的钱。你看人就是抬杠，不是占便宜，这样行吗？什么呀？等一会儿再有这种叫爸叫妈的环节啊，我冲着你叫行吗？那行啊，我争取没有这样的环节啊。来，那你就是占便宜。不是占便宜，就给大伙儿学一下咱妈是什么样。头一天回家啊，那你好好学行吗？啊，来，开始了。你头一天回家了，儿子又胖宝，妈想死了。哎呀，我的好大儿啊，儿子捧哏呢，儿子什么玩意儿捧哏？什么叫捧哏呢？您见过这样的吗？一回家啊，他妈一见面啊，儿子捧哏呢，怎么还捧哏呢？这不是你妈，就是关心你的工作吗？那也别把这捧哏带出来呀、那应该没这么关心的，你就没捧哏的事儿，就没捧哏的事儿。常学，就你回老家啊，然后呢，看妈是怎么对你的，然后呢，爸爸去逗哏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什么玩意儿？爸爸去逗哏？就说咱就开始学，占便宜，开始学，开始学啊！看头一天在家啊，你早上起来，你正睡着觉呢，妈妈就来了，是这样。哟，儿子。宝贝儿、起来吧。妈都给你做了好多你爱吃的东西。是吗？快起来吃吧。都吃什么呀？有这个猪脑花牛脑花羊脑花驴脑花骆驼脑花鸡脑花。妈，得了，够了。怎么了？这就可以了？怎么全是脑花啊？缺什么补什么吗？啊，我没脑子。你这话说的什么叫没脑子？这孩子不会说话。你说的，你是缺。你才缺呢！你看老着急，这不是跟你学一下？头一天回家，咱妈对你什么样吗？哦，那第二天呢？第二天就这样了。裴岩，裴岩，周裴岩，不是第二天就改喊大名了？差不多得了啊！该起来起来，快快吃饭，妈都做好了。那吃什么呀，妈？昨天的剩饭热了就得了。哦，第二天就改吃剩饭了。这是第二天啊、第三天呢？第三天就更不一样了。第三天什么样？怎么没睡死你呢？都几点了？几呀？那个妈，咱们今天吃什么呀？吃什么？吃屁！都胖成什么样了还吃？啊，剩饭都不让吃了，就知道吃。你自己闻闻你自己，你身上，你现在身上都有猪味了，知道吗？还吃呢，没撑死你呢。这是亲妈说的话吗？第三天，
那我不回家了。不回家妈想你啊。那我回家妈烦你。那我应该多回家。嗯，甭管咱妈想你也好烦你也好，都是咱妈对你的爱。哦，烦也是爱。当然是爱了、因为你长时间不回家呀，你好不容易回老家了，咱妈一看，哦，你平常就这样的作息对身体不好，她得说你两句。甭管时间怎么变，咱妈对你的爱不会变。母爱太伟大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的衣食住行、咱妈都为你操碎了心。我穿衣服也得操心。穿衣服操心啊。这衣操什么心、当然操心了。天冷了要穿秋裤。天热了换上背心。而且呢，买衣服要买纯棉的、那样穿上舒服。洗衣机里边的衣服洗完以后拿手搓一遍，那样干净。哦，还得搓两遍，对不对？那食操什么心？吃更操心了。这比方说，我吃麻辣烫，哎呦，那能吃吗？垃圾食品，致癌。我吃方便面，那能吃吗？垃圾食品，致癌。我吃羊肉串，能吃吗？垃圾食品，致癌。我吃，那能吃吗？垃圾食品，致癌。我吃了吗？就致癌。怎么了？你怎么？说什么都是致癌呀，这有根据吗？咱妈不管有没有根据，甭管这件事儿什么专家或者别人说一句这个事儿不好，咱妈马上能分享给你，处处为你着想，是不是为你操心？还真是。你在家，咱妈更操心。那我出去，你出去、那更操心了。出去操什么心啊？咱妈会问你啊，跟谁出去？几个人出去？男的女的？这些人都叫什么？他们家庭住址是多少？他们手机号是多少？他们家里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怎么这么多问题呀？干嘛呀？那我把这些问题都回答一遍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出去了？咱妈会告诉你啊。什么呀？乖，咱不去。对不对？我就去。你不去。我就去。你不去。我非得去。你非得去啊！别逼我数到三。哎，我去你的吧。听这段的时候，我看这个琴琴老师一直在说，哎，这说的真是太有生活了。对，他妈就这样，是吧？或者您是这样的人吗？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。他说的东西特别对，我也问过身边的小孩，他平时在北京工作，然后回一趟家，东北挺老远，我说呀，没几天就回来了，他说没意思。我说怎么了？头三天还行。我一回去，我妈呀，宝贝儿，这个那个，跟他说的特别像。第二天就差点意思。第三天、第四天就问我，你就这么睡吗？你在北京也这么睡吗？说妈，我回家不能睡吗？都说时间长了就真的不行。春阳这个作品啊，特别的好啊，是这个写妈妈的啊，也写出了妈妈共同特点和妈妈这种爱啊。盛伟有个作品是写妈妈的，是吧？之前有过，就是这个演戏的妈妈，就是唠叨的妈妈，反正都是在群英会舞台上，都是在这儿、对对对。那今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创意带给大家呢？这个节目叫这个谎话连篇。谎话连篇。好，接下来舞台交给建春、盛伟，有请两位。你是不是穿错演出服了？谁呀？你穿成这样上台，你对得起观众吗？这话是不是该我说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演唱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什么？你叫周杰伦？还周杰伦呢？你上台演出你怎么不穿大褂啊？大褂丢了？哼，大褂丢了。相声演员上台就必须穿大褂吗？啊！我认为，现在的相声不拘泥于传统的服饰，可以让更强也更亮眼的服饰走进大众的视野。你看到的是我没穿大褂上台，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打破传统枷锁的束缚。大褂丢了。我看是你把相声演员的脸面丢了。我大褂丢了。你直说不就完了吗？你还编什么正义的瞎话啊？我想搏一搏，万一糊弄过去了。糊什么呢？那录一回像给不少钱呢。就为那2000块钱也至于啊？能买我命。我每个月就指这2000块钱呢，你不知道，你每次你给我转账的时候，我心里多高兴。哎，你先别高兴，你现在高兴不起来了。您大褂丢了，您怎么录像啊？怎么演啊？大褂丢了怎么不能录？照演啊！一会儿导演过来就得质问你，你怎么跟人解释啊？
导演问我，我都想好了。啊，你怎么跟人说？他要问我，我就这么说啊。相声演员上台必须穿大褂吗？得了，我认为。行了。可以打破窗。你就会这一套词儿是怎么着？我就问你，大褂丢了怎么办？要不咱俩穿一件大褂？凭什么呀？咱俩关系好啊。老话都说了，哎，你看那俩人好的，穿一条大褂。那是裤子。你把裤子给我啊。你把大褂给我。我这件你穿不进去。那这样，那现场这些相声演员，你们谁带富裕大褂了？算了，你给我来一件。算了，你别借了，我这有富裕大褂。你又不跟人嘉宾说相声，你带富裕大褂干嘛？哎，我这大褂不是跨界用的，啊、我给你拿上你就明白了。你等着，你。各位，还得是人建春，人心多好，他替我带大褂，我还有点期待。还得是人建春。人手多快，偷我大褂。什么叫偷啊？这不就我大褂吗？那不是偷啊，我这个呀只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。那不就是偷吗？不一样，我借用完了之后给你大褂改了，稍加改进，你穿上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。这穿上能感觉不一样？那当然了，你得穿好了你再感受。是吗？哎，你仔细感受啊，只要做一个小改动，立马穿上之后变化，哎，是吧？这领子，这扣，腰，这不没改吗？硬件是没改，嗯，主要是给你这大褂呢加了点软件。大褂还能加软件？它是这么回事啊！啊，我认识一个清华的博士，他呢特别热爱这个相声艺术，老想进这个行业。我就老劝他说，你都清华博士了，你还说什么相声啊？我这是为你好啊，主要是相声演员嘴里都没有实话。谁说的？你接着说。他不信啊，然后呢就拿你大褂啊加了这个高科技的软件，然后他就说了，你穿上这个大褂之后就再也不会说瞎话了。哦，那我问吧，你认识的这个清华博士是不是清华玄学系的？清华有玄学系吗？废话，你说这就够玄的了，还加点软件就不会说瞎话了。你这东西就算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你都白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人平时从来不说瞎话。这怎么意思？这是这大褂怎么漏电呢？啊，这就是那软件啊。啊，刚不说了吗？穿上大褂就不会说瞎话了。你要是说瞎话，这大褂就垫你。所以刚才啊，他说我这人从来不说瞎话，这句就是一句瞎话。哦，那你早说呀！这不怨我，我就是今天就说了这么一句瞎话。这也是一句瞎话。是我这人是爱说瞎话。这是实话，但我那都是善意的谎言。你说你这图什么呢？你这个，我试试他的灵敏度。哦，试的怎么样啊？还行，非常灵敏啊，非常灵敏是吧？是啊，这哎，我干嘛？等会儿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导演可说了啊，今天不穿大褂不让录像啊。我说我不穿了吗？那你解扣干嘛？我是要打破，我不想穿。你早说实话不就完了吗？你受那罪呢？咱好好说相声啊！对对对，好好给大家带来。先把艺术奉献了，你先把钱挣了，行。来啊，鞠躬开始啊！这回呢，我们俩给您说一段相声。嗯。我们呢都是相声演员，是吧？犹豫什么呢？是，你看，这大褂不错，它起码证明我不是个外行。要说这个相声演员啊，平时都应该观察生活。他就爱观察生活。哎，盛伟，问你个问题行吗？你最好别问。为什么？麻。麻干嘛呀？废话啊！你说相声演员都爱观察生活啊？我不观察生活，
我要说我观察生活，又说瞎话，他还得电我。别，这你多虑了啊！这个大褂它是高科技，它分得清哪句是本人的瞎话，哪句是相声的台词。啊，是吗？你可以试试啊，试试啊。哎，我是个文人，他没有这么智能。那要不这么着吧，我出一主意啊，我主说，不就完了吗？你少说两句，你就给我加点那个话佐料。话佐料他总没瞎话啊。对，我是捧哏的，我就说点话佐料。你逗哏，你多说呀。我主说，你说，各位，我是一个文人。他不光不智能，他还有点智障。啊？怎么你说瞎话也电我呢？那要不这么着吧，咱今天先别演了。你先脱，不行，咱那个钱也不挣了，不行，我回头让他改改。不行，都撑到这儿了，2000块钱的得挣了。能演是吧？我坚持呗。你能努力坚持是吧？试试呗。啊，行，那正式开始啊。我坚持。这回啊，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新节目。对，新节目。瞎话漫谈。你要弄死我呀？哦，那来一个这个骗术的研究。活不了。吹牛者的下场。你杀了我吧。怎么了？你就不能说点实话实说的节目吗？相声节目很难有实话实说的呀。我们这是什么行业？这是要这么着吧，我尽量行吗？我尽量说实话，你忍忍啊。我尽量多说实话啊。只能如此了。那正式开始啊。我跟各位说啊，我这人真特别有学问。咦、可以说是什么呢？博览群书，哦，才高八斗，哎，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。干嘛？那叫满腹经纶啊！对，我满腹经纶。哎呦，您这是？我满腹经纶了。啊，毕竟呢，我这人啊，刚刚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。这诺贝尔啊，他见了我呀，他也得服气，因为您先等会儿，您获过诺贝尔文学奖？不是，盛伟，你这个拦得有点太慢了啊！我快不了，我发现这个问题了。怎么了？瞎话越离谱，电量越足啊！哎呦，还有这功能啊！啊，我试试啊！你别试了，咱这相声还说不说了？别说了，你遭这罪干嘛？我就说，你说你不就挣2000吗？你现在这样你都出汗了，你2000都挣不着你的医药费。那也得挣啊。啊，得挣。主要是我作为你的搭档，看你在台上挨电，我也于心不忍的。你这句是瞎话。你要真是看我于心不忍啊，我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这样啊，这段相声怎么着，咱俩拉着手说。你这样你不于心不忍吗？啊，这样你能帮我分担一半的电量，你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这是实话。不愿意也行啊，一会儿录像结束你给我4000。我干嘛就给你4000啊？废话，说一场相声给2000块钱，我这2000块钱我挨电，我说了你不愿意说，你那2000也得给我，你得给我4000。盛伟，您疯了是吗？我不管，群英会一共就给咱4000，还电出意外收获了。说，到底给多少钱？其实是4325。这都不用大褂判定，我都听出假来了。不是那个什么，你说，我实话告诉你啊，我现在你说真实话啊，真实话，你最好实话实说，要不然我拿瞎话漫谈我电死你。说，到底给多少钱？8000。我说的是实话。我心里是真难受啊。合着每回录像，我拿2000，你拿6000是吗？啊，你凭什么扣我2000块钱？我那是扣你2000吗？你不就是扣我2000块钱？我那2000块钱我又没花了。你没花你干嘛了？我留着有用。我的钱你有什么用？我给你攒着。这是实话呀。
咱俩都搭档这么多年了，你什么人我最了解呀、啊？要说盛伟这人啊，平时啊，省吃俭用的，什么都不舍得给自己买。可是我就琢磨着呢，这人活着，苦了谁也别苦了自己，不是？我就想啊，每回录像的时候，我偷偷的给你攒2000块钱。各位，这都是实话。哎，这不是你生日快到了吗？现在呢，这个钱攒呢也得有5-6万了。这么多了？哎，我就琢磨着拿这点钱呀、啊，给你买一件你平时一直特别想买又不舍得买的东西，当礼物送给你。这是我亲兄弟啊，这、哎、之前我一直拿这瞎话骗你，不是，就是想等生日那天给你个惊喜，不是？那现在呢，骗不了了。不，兄弟，是我不对，我理解你，你刚才说的都是善意的谎言。哎，你明白就好了。我太明白了。就好，那就好。关键是你、啊、你给我过生日，你给我买什么礼物？就这电大褂吗？哎，我去你的吧。确实是没什么实话啊。那这个听过了这么多精彩的作品啊，秦秦老师接下来就该您来跨界说相声了啊。为了让秦秦老师啊这个更好的发挥啊，我们请上了我们这个群英会舞台上的一位冷面的笑将春阳啊。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秦秦老师和春阳，有请两位。感谢大家的掌声，能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说一段相声，其实我心里还是挺紧张的啊。赶紧说，说完下班了，说。是在这之前，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都认识。我是演员李琴琴。这不刚才聊半天了吗？都我。这位是我的搭档，临时的，他叫王春阳，没人知道。这请了一位这个专业的相声演员过来给我捧哏，我心里头确实特别紧张。我也是为了骗钱。我相信大伙都看出来了。没人看。王春阳确实有病。对，我最近要谁有病啊？我怎么有病啊？你。我怎么了？你是干嘛呢？我这说一句，你怼我一句，你去。嗨，我这不是冲您，李老师。那你冲谁呀？我冲我自己。你自己你怎么了？我过得不好。你过得怎么不好啊？我这都不能提，李老师。我跟你说，我只要一提起来，我每天这个生活，我心里我这个难受。怎么还乐上了你？怎么还乐？我这是乐吗？我这不是哭吗？这是。你哭什么呢？您李老师，您评评理，您说这个生活就怎么过得这么不幸福呢？他怎么就不幸福了呢？还不是因为茄子。茄子。我发小小时候长得像茄子，我给他起个外号叫茄子，这个名字很贴切。嗯，都因为茄子啊。茄子怎么了？就我这发小，您知道现在什么样吗？啊，电商直播带货挣了大钱了。好事儿啊。什么就好事儿啊？哪就好事儿啊？凭什么他电商啊？大伙不知道我那发小茄子小时候那窝囊那样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直播间好几十万人，他坐那嘚不嘚，凭什么呀？小时候您没见过他啊，你就这茄子，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样。小时候啊，他都不能跟人说话，别说说话了，就街上他看见一人，这孩子嘎巴就能死过去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孩子要能长大成人，这也太不容易了。这胆也太小了。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就这茄子，三棍子打不出一屁来。那没准人偷着放一个，你没看见，没听见。我跟您逗吗？我这烦着呢。您知道我小时候什么样吗？什么样？咱多机灵，啊，上台见习，啊，人见人爱，嗯，跟谁我就能说几句。哦，大爷，玩儿呢？嗯，啊，怎么？吃饭呢？爷，刚下班。嗯，大叔，上哪儿去？就这么跟您说，我们家门口，我看条狗，我都能跟他聊几句，看见了吗？他都能聊几句。我跟你说，咱多善谈呀！你这不叫善谈，那我叫呢？贫气。贫。我跟您斗吗？凭什么他挣钱了？他小时候跟狗聊过天吗？
他哪有我机灵啊，对不对啊？而且最可气，您猜怎么了？他现在居然要拉着我一块跟他直播带货。哎呦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什么叫好事儿啊？哎呀，这人家茄子不忘你们小时候的友情，人挣钱，人家好事儿，人带着你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现在电商那直播带货可赚钱了。赚什么钱啊？我是差那几千万的人吗？到冬天交暖气费我都不管我妈要了，我差那个钱？我跟你说，他喊我直播带货就是为了笑话我，看不起我，知道吗？你呀，你想多了。这是想多了吗？事实他就是这样。而且李老师，您说这生活怎么过得这么不幸福呢？怎么又不幸福了？嗨，这不还是因为那土豆吗？土豆，我发小，我发小小时候长得像土豆，所以呢我给他起个外号叫土豆。准确啊，这个土豆太气人了，最近他要结婚了啊，气死我了。结婚是好事啊，你沾点喜气儿不好吗？你干嘛生气呀？凭什么他结婚？再者说，你知道他结婚，他媳妇儿多漂亮，多漂亮啊！1.7米，小嘴儿，大眼睛，瓜子儿脸，说话那个温柔，馋死你们！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不光啊，我跟你说，说话温柔，性格还好。我就纳闷，这么好的媳妇儿怎么就归了他了呢？这归你？要不您帮我说说去吧。我跟谁说去啊？不是，我就纳闷，您琢磨，就是土豆长那样，他媳妇儿那么漂亮，你说跟他这里头是不是得有点问题？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呢？您琢，您想去。我土豆他我想什么想啊？您分析他媳妇儿，您琢磨那么漂亮，然后找他媳妇儿是不是？我就是，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大伙儿看看他那倒霉的模样，干嘛呀？你想多了。这是我想多吗？凭什么他娶漂亮媳妇儿啊？李老师，您说这生活怎么过得这么不如意呢？怎么又不如意了？还不是因为辣椒吗？这我知道，因为人家长得像辣椒，你给人起外号叫辣椒。哎，不对，因为他什么也不像，我就想管他叫辣椒。辣椒也气着你了？辣椒没气着我啊，辣椒气不着我啊，因为辣椒混得不如我。您知道吗？您知道辣椒什么样吗？辣椒就现在辣椒那工作，我都没脸说。辣椒天天啊骑一破电动，戴一破头盔，他天天。别乐了，您吓我一跳，我吓死你！给人送外卖去，你说你这什么心态呀？干嘛呀？人家努力的工作，是不是过好自己的日子？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每一份工作都值得敬佩。人家也是在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嘛。您看，我都过成这样了，您老跟我着什么急呀？你瞧你那样，你过得不好，怨不着别人，都怪你自己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别人过得好。你演戏，别人过得不好你还嘲笑人家，年纪轻轻的，心态调整好，过得积极一点，阳光一点，给身边人多带来一份善良。给身边人多一份善良？对，多一份善。那李老师，您说我这日子还能过得好吗？当然过得好啊。就按您说的，多给别人一份善良，我也努力工作，对，活得阳光一点，对，好日子一定能等着我。没错。行，我听您的，我改，多跟人家一份善良。对，我得好好生活。对，多给别人一份善良。记住了啊，多给别人一份善良。对，我好好生活。对，我嘲笑您等会儿啊，我电话去，您等会儿。啊，我忙着呢，忙着呢，忙什么？多给别人一份善良。不是，我录像呢。跟谁？你怎么那么多事？李琴琴，你不知道李琴琴吗？我也刚知道啊。明星什么明星，还大明星，就饭量大，然后才吃两份盒饭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事，别跟别人说啊，咱得多给别人一份善良，你知道吗？他呀，还是没改。好，谢谢，感谢金靖老师，谢谢春阳，再次请上各位演员们。谢谢，感谢金靖老师，也感谢春阳啊。这个金靖老师这第一次说相声，感觉怎么样？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啊！但是我觉得您其中好多小细节，您自己乐得也挺开心的。太好玩了，春阳太棒了。对对对，其实这个春阳
这个表情这个状态啊，真的是他并没有特意的逗大家笑，但是大家就忍俊不禁啊。对，也感谢两位给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一段作品，谢谢秦晋老师，也谢谢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下周二三晚上的9:20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天津卫视群英会，我们下周再会，谢谢大家。